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Sona。上次咧同大家介绍过胶原蛋白 Ursula 呢部机啦，竟然咧将全港嘅存货都一次过卖晒，劲夸张啊！咁我都买咗一部俾妈咪啦，佢超级中意啦。佢话虎纹呢个位咧平滑咗好多，劲神奇啊！果然系韩国最厉害嘅一个美容仪品牌 Medicube 啊。Medicube EMS 系列咧上市咧，佢哋有四支产品啦，我都已经介绍咗一二三三支噶啦。呢个系佢哋最新嘅 Member Booster H。佢一支導入儀嚟嘅，佢有一個好華麗嘅名字，叫做五分鐘韓式水光導入儀。咁佢五分鐘就可以幫你做到冇針針啦、無痛啦、無壓痕咁樣，令到你所有嘅精華咧帶到去肌膚嘅底層嘅，咁就令你有一種明星咁樣嘅水光肌啦。因為韓國嘅明星咧係好中意咧塊面睇落去好有光澤感啦，唔係油光喎，係一種天然散發出嚟嘅光澤感啦，睇落去就會更加年輕啦、飽滿啦，係好健康嘅肌膚，而且都有一種貴婦感。五分鐘就得啦喎，係咪真係咁勁咧？多數呢啲產品我都要試超過一個月咧，我先會接受呢一個合作嘅，所以咧大家就放心啦。咁我用咗 Boost H 一個月咧，有咩感覺咧？毛孔真係細咗好多，呢個係我一個大嘅 concern 嚟嘅，次次都係要搽粉底先遮到啲毛孔啦。但係而家咧就係素顏咧都會睇到啲毛孔都係。不是很顯眼，咁同埋使用 Boost H 嘅時候咧，佢喺入面咧有少少微電流啦，就可以幫你嘅毛孔咧開啟又關咁樣嘅，咁就一開咧就可以幫你嘅精華咧吸咗，一關咧就幫你鎖實佢哋嘅精華滲入你嘅肌底，做到呢個收細毛孔嘅功效啦，亦都有實驗證明噶，唔係自己亂吹噶。咁同埋咧，我覺得好深嘅體驗就係平時咧一支精華咧，我係可能用一泵啦，我就覺得已經足夠啦。但我而家啲精華咧，我係要用兩泵咯。咁其實原來塊面嘅缺水咧，其實係真係我哋平時咧搽好多精華咧，佢索唔到入個肌底啊。咁就皮膚就會 keep 住一個缺水嘅狀態咧。平時覺得立嘅精華用咗佢咧，好神奇，會變咗唔立噶。咁有時係皮膚咧自己唔識得吸收嗰啲養分啦，有呢一部機咧就可以幫你好似開咗外掛咁咧。咁所以其實你而家買完呢部機咧，護膚品嘅級數咧，你都唔使買得最高級貴婦品牌，你就可以買翻啲平價啲嘅品牌咧，但係都可以做到一啲貴婦級嘅護膚效果啦。咁我最中意呢部機嘅其中一樣嘢咧，就係平時啲導入機咧，係你需要用一啲好水狀嘅精華先可以導入去嘅，因為咧如果係分子太大嘅話，好容易生油脂粒。咁呢一個嘅原理係完全唔同啦。咁佢就唔需要再買任何額外嘅護膚品啦，或者買額外嘅 gel 咧，都已經可以做到導入嘅效果噶啦。而你用緊嘅護膚品咧，加埋呢一個 Boost H 就可以幫你提升 4.9 倍嘅功效噶啦。咁你可以幻想佢係一個冇真針嘅水光針。咁佢用咩係代替真嘅針咧？就係好微細嘅電流，令到佢咧可以喺你皮膚上面咧。一秒就幫你拍達30000次啦，所以啲護膚品就可以去曬個基底啦。一分鐘就可以去到1,800,000发啦，咁五分鐘咧就已經可以去到9,000,000发噶啦。你會覺得啲護膚品咧好快就 drip 曬落去啦，平時覺得有少少粒嘅護膚品咧，用咗呢一步咧都唔粒噶喎。原來皮膚係可以吸收得咁快嘅，將你嘅本身護膚品咧提升咗，好似開咗外掛咁樣。咁你用完咧塊面咧就會勁靚嘅光澤感啦，同埋咧啲毛孔係即刻細咗好多。咁我都特別推薦一啲高濃度嘅精華啦，令到你咧可以將產品嘅功效咧發揮到最極致啦。咁有啲咩高效精華咧？如果你想美白加淡斑或者係收毛孔咧，最最最啱嘅咧就係用維他命 C 改善沉澱啦，同埋色斑啊，你都可以改善膚色不均嘅情況嘅。你都可以好似平時咁樣敷完10分鐘面膜啦，然後就將佢剩低嘅精華咧，再慢慢導入去皮膚入面啦。咁就成塊面膜嘅精華都唔會浪費。一般嘅情況咧，其實如果你用呢一啲導入機咧，只係得500 Dalton 以下嘅一啲護膚品咧，先可以被吸收到嘅。但係呢一部嘅 Boost H 咧，幫你皮膚打開通道嘅話咧，就可以開到呢一個40,000 Dalton 以上嘅分子都係可以滲入你嘅肌膚入面嘅。或者你覺得哦曬完太陽咧，想鎮定肌膚嘅話咧，亦都可以敷一啲保濕嘅 gel 啦，然後再用呢一個產品去幫你鎮靜肌膚，佢就好神奇咁樣咧，可以將你每一支精華面霜嘅靈魂抽出嚟，然後幫你塞曬落去你嘅肌底咯，係一個好神奇嘅產品咯。咁就可以視乎翻你自己肌膚當日嘅狀態，配合唔同屋企嘅所有產品啦。
我相信每一個人屋企都有一兩支咧，聽啲人講話好神奇、好好用啦，但係煮一茶咗之後都好似冇乜特別大效果嘅護膚品啦、精華啊、面霜啦。咁呢個時候你就可以拎出嚟配合呢一部 Boost H， 你就會突然間發現到哦，原來呢一支產品都唔係咁差。而家準備要示範俾大家睇啦。咁呢一排天氣真係太焗啦，好似跌咗落個焗爐咁樣啦，所以我啲毛孔咧都比之前咧大咗啦。咁我今日示範嘅咧就係收毛孔嘅精華，呢個都唔係我第一次使用嘅啦，之前都用到。空瓶非常之水状的一个精华，我就会将它咧擦晒全块面，鼻翼侧边的毛孔特别大，所以我就会擦多一层，眼位都是可以用的。咁佢系有三款的使用方法嘅。第一款咧就是划痕，由块面内里向外。你都可以多一层的水分嘛，咁亦都可以做打圈嘅。额头咧喺 Magic Cube 嘅官网咧就话打圈嘅，不过其实都系随你自己中意而定。重点咧想有更加强劲嘅护肤效果咧，就可以重压，即系呢啲位咧，我想重点收毛孔，你就可以重压，系冇简单。咁我用紧嗰部机吸收嘅时候咧，我系 feel 到嘟嘟嘅感觉。可能你会问，咁系咪真系唔痛啊？我就会觉得佢系有少少感觉，但唔系痛楚嚟嘅。而且咧，你每一秒你都 feel 到咧有三万下嘅手喺度帮你拍。咁我平时就系一路咁样，然后一路就喺度碌电话，即使左手，然后单手咧都系可以好轻易咁 handle 到。咁呢一个嘅设计咧，我好中意就系佢嗰个头喺呢度尖尖地，鼻翼位咧，你都系可以好深入咁样做到导入效果啦。有啲机头咧就比较大啦，咁所以咧呢一啲位咧，你多数都系做唔到导入，或者硬头位都系做唔到。但系呢一步就可以啱啱好啦。你哋可能会问呢一五分钟完啦，剩低块面仲有嘅护肤品咧，你就可以轻轻拍。你摸上块面咧系软顺好多啦，咁你会见到咧呢个系皮肤天然散发出嚟嘅光泽。有光泽感咪睇落去年轻好多咧，觉得呢一个其实都冇咩技巧可言，你就当系自己用只手平时咁样按摩嘅手势，然后就将呢一支 Boost H 咁样喺度按摩就 OK 噶啦，非常之简单，得一粒仔。咁其实咧，我有时就好懒啦，觉得五分钟都好似有啲耐啦，咁我就会擦完护肤品咧，立即拎呢一支上嚟咧，行一分钟，因为一分钟佢就会出声啊嘛，然后我就熄机啦，落去抽 BB， 因为咁样都可以提升咗差唔多一倍嘅功效，只系一分钟都得噶，呢个系超级超级超级懒人嘅做法，系我自己发明嘅，而且唔需要用一啲好靓好贵嘅贵妇精华已经做到呢个效果，只系一支几百蚊嘅修毛孔精华，咁我相信屋企咧平时嗰啲睇落去好似冇乜用嘅美白精华，呢个时候可以攞翻出嚟用啦，成个护肤品嘅吸收力咧系提升了很多，多謝韓國的美容科技啊，真的太厲害了，是用了這部機器我塊面好像雞蛋那麼滑，真的很誇張，一次就試到，所以我有少少用上癮，每一次搽完護膚品我都會覺得哎呀好嘥啊，怎可以不開 Boost H 幫我開外掛的，而且它只是千多元，只是美容院一個 facial 的價錢，你就可以在家裡無限地使用，將你家裡的護膚品全部開曬外掛，之後都會出一條片咧，係介紹一啲平價護膚品啦，但係好有效果嘅。如果有興趣嘅朋友都可以喺下面留言啦，打個心心啦，咁我就會見到大家有興趣睇噶啦。咁大家可能都會問，呢一部機咧同之前有一部 ATS 好似樣喎，咁佢哋有咩分別咧？咁 ATS 咧係針對咧收細毛孔嘅一個美容儀啦，佢係唔需要用任何護膚品，洗完面就可以即刻用噶啦。因為咧夏天嘅時候咧油脂分泌比較多啦，亦都會多角質啦，你唔想塊面咧有暗沉嘅問題，就可以用 ATS。有時你洗完面就會覺得塊面點解好似好粗糙咁樣，咁其實就係因為太多角質同埋有啲油垢啦，咁你就要用呢一個咧幫你去曬啲角質同埋開咗皮膚嘅管道。佢係用 Magic Cube 獨家研製嘅無針電波技術啦，幫你去角質，打開肌膚嘅通道嘅。之後你再吸收護膚品咧，就會更加好噶啦。咁呢個 Boost H 就可以幫你放大世上任何護膚品嘅功效，係一個好萬能嘅導入儀嚟。咁兩部美容儀都有各有嘅功效啦。如果我皮膚狀態比較差嘅時候啦，即係可能去完沙灘曬完啦，咁我就會開呢一部，再加埋呢一部，兩部一齊使用嘅。佢就叫做換膚套裝啦，就好似幫你換咗層皮咁樣，用一次咧就已經可以睇到效果。有呢兩支咧，你一年四季咧就可以有好似水煮蛋咁樣水嫩水嫩水嫩嘅狀態噶啦。
頭先講過，我哋呢條片都有限定嘅優惠碼同埋 giveaway 噶嘛。Matty Cube 咧會送出兩部嘅 Booster H 啦，有兩位幸運兒就有可能得到噶啦。希望下一位幸運兒就係你啦。有興趣的朋友都可以按下面 description box 的 link 那裡購買，裡面有個官網的，又有一條片跟大家一起扮靚，很開心啊。如果喜歡這條片的朋友可以按個 like 和 subscribe 這個 channel， 之後有更多的美容儀式翻的，開埋隔離的鐘仔，如果有新片就會收到 notification 的啦。有興趣都可以 follow 我的 Instagram， 我們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